南蛮的藏獒是他们警觉性最高的一个时刻啊，也是他们这个杀伤力最严重的一个时刻。在这个时间段，只要是有这个不好的一些声音或者是情况，都会表现的比较凶狠和凶猛啊。这也是纯种藏獒的一个特点吧，性格特点吧。过来过来，来来来来，好了好了，别叫了啊，这家伙是爱叫啊，别叫了。好了，快回来，没有什么情况啊，快过来。他就抬着头看着外面，所以说盘晚的藏獒他们的攻击性是最高的啊。这个时间千万不要到这个场子里面来，陌生人来了之后可能就会发生这个伤亡的一个情况了，也是他们攻击性最高的一个阶段。